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一起滑那个超无聊的绿线，滑一次。带路。对啊，接着就，接着可以去后面。哎，我觉得应该要带大滑一次，知道的位置之后，接着再去带大家。哎，现在才中间而已，还好。接着再带大家去逛后山的后山绿线，看风景。这里全部都是绿啊。对啊，都是绿，只有中间一小段红。只有这里你从旁边切过来才是红的。有人问来、欸？有啊，这一段比较唯一刺激一点的地方。那我不就不能玩？你可以走旁边的线啊，你看正常路线的话就很安全。我觉得我想太多。上午吃饭前大家来一次下山路线这样。没有啊，也要下午之前啊，雪化掉之前滑一次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要戴帽子了吗？你就先绑头发吧。今天都不会。我腋下也打开。我觉得今天会热。这个散热孔打开以后就比较凉快。我的拉链头卡住了，奇怪，抓不住。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到了。好，腋下拉起来，打开了，耶！打开这边，耶！打开。好了，你看，看不看到对面？有没有看到对面？这台是橘色的，为什么？它颜色都不一样。好的。到了吗？到了。那我还没带好。你慢慢带啊。到了。嗯啊。好热。吹个风，没有风，我们还要一路走到那个另外一个可以滑下去的地方，往上爬，前面一直往上爬，很累。哎，那里是哪里啊？那里是哪里啊？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个不是我们的地方啊。东西啊，我说那是哪个雪场啊？那是另外一个山啊。是八方吗？八方吗？哎，好像是哦。拍一张，先拍一张。还没，现在还没有要上板哦，现在要一直走去那一边哦。走去那边才。你要滑第一次就滑下山哦？你不是刚这样说？好，也可以啊。刚不是这样说。我本来是想说热身再滑下山，但是现在滑下山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走路。好啊。好啊。再走路。可以。慢慢的就可以了，绿的啦，绿的。我裤子还是没有拉好。哦，好啊。我等一下啦。妈妈先帮你拍一下。拉裤子。周师姐，你要放反边啦！反板，你又忘记了。乱放，滑走了。滑走了，你那天就滑走，再根本不走都滑走了。那是意外。你没有养成习惯就不叫意外，你每放一次就滑一次。你的裤子没有穿好哎，裤子那样都
黑色要包住鞋子。那我帮你穿好不好？要自己穿啊，黑色有一层的，没有穿好吧？包住鞋子，外面穿在外面。对啊，你里面这一层没有盖过去，要包住鞋子。我把它包起来，让你别知道。套住鞋子。哎，这边这边。人吗？人也可以啊，人像刚刚好。来，可以。好了。要不要？我要站这里。多少油弄好啊？你让你用就手脚还是什么？好了，这个是套进去的，拉不起来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这层有，这层要重写了。好了，拉不起来。不要一开始滑下山了，我们滑去这个缆车的下面。哪一个？可是那里我怎么觉得好像，怎么觉得地上烂烂的？在热身啊！哇，这里也是哎，拍拍。哇，那个是什么啊？哪里是什么？我想拍前肌。那个是用脚尖滑。有吗？有，还用脚尖滑，还要再走路一样。哦，对啊，那是一种特殊的雪板，它的脚跟会拆开来。好、啊，上板啊，轻轻松松的滑下去。你没有暖身哦。那马上再倒下来。就下啦。もうちょっと準備させてください。どうぞ。有的，对啊，这里可以拍啊。所以那是八方吗？我不知道八方有那么近哎、欸。
我看清楚，那八方的缆车嘞？什么？还好往上。手指啊、哦。板板，你可以先滑，滑到那四个红棒棒的尾巴，你可以先滑走，到那里等我们哦。四个棒棒的地方。有人滑过去采访。他进步了嘛？其实这里的雪地也比较好滑。你也是，你先滑到四个棒棒那里等，你先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比较慢啊，你们先走啊，可以先休息啊。啊，你就随便慢慢滑，这里平的跟什么鬼一样，哈。你看那个雪的声音是不是很舒服？好，继续。等一下，滑到我的地方哦。在这里。好广哦，我之前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广。之前不是中间有个树吗？怎么都没看到树嘞？嘿啊！等一下啊，这一段啊，你们根本就可以拿360出来，大家一起拍。对啊。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拍360。好啊，先下山，先下山。那是八方吧？只是我找不到拱多少在哪。拱多拉在哪？拱多拉应该在那边，这边应该比较接近沙卡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在跟啾讲话。啊，树在那里。接着要滑去树的地方，左边哦。那里有四。六棵树，被黄色底下被黄色包的地方，走左边下山的地方。你可以先滑下去啊，小心哦，要走那六棵树的左边哦。六棵树的左边，左边左边，对啊，直直这边。测试，这就滑去哪了、啊？怎么往那边走啦？不是走这边吗？是走左边。好了，啾啾已经去那里了，那我们去坐那个缆车，那里有一个缆车，然后这中间都绿线，可以走这边。那里只有一个缆车站啊。啾啾是在拍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没关系啦，那我们坐那一个缆车就回去了。啊？有点松。对，不行啦，我们坐那缆车上去重来一次啊。
OK， 走吧。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轨迹了。对啊，很干净。对啊。但是我好像都是滑行耶，我都。对对对，你要尽量弄成一条线，这种斜度的话，你就尽量沿着那个轨迹走。一次试一脚啊。人工瀑布很好，真的。这样。重心不够，下面这样，用单脚就可以了。有啊，我刚没有到百分之百啊，单脚的话会有点滑行。好啦，这里很安全的啦，走走走。你说什么？完全不记得这个坡。有啦，这里我们滑过，我们还滑过前面那里耶。忘记了，这忘记了。你记忆力那么不好？来来来。我们之前滑过这中间没有整的地方啊。对啊，这那里滑。这次它有整耶，它长了一条路出来。不用放了，录啊录录风景啊！哎、欸，你看中间还是有，有拍，有啦。我有啊。有啊，我看秒数，我看时间，22分钟过了。这边啊，这边已经不是很白了，等一下就不行了。好，这一次真的滑下山，然后坐上来再走路去后面。走前面，我刚刚不知道你要走。真的没有在、啊、不就说要下山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盐月没有在认路。他整这一块，他竟然有整。因为后面这一半他不整的话，走不出来还是怎样？你这个还要往上冲啊！你看他们都冲不上来，左边这条路线几乎没有人走过，速度不够。好，这条被我判定为不可以，不然从那里从这个地方就要用直冲了。然后还要躲开这些黑黑的东西，滑板子啊，嗯，真可怜。松雪体验区，在那里好像走得很惨，是吗？就只有一条路，松松的一条路，松松一条路，有人在走路哎、欸。滚下去了吗？没有，太阳区有一点凉。嗯，我刚刚拉链。啊，拉起来了，还是拉？我是拉正面拉链，我刚刚是三个开，两个腋下跟正中间，现在我把中间收起来，腋下开一点，腋下夹紧就可以好一点。很冰哎、欸啊。你现在很冰哦、喔。有一点、啊。腋下、喔。夹紧一点。现在晒到太阳就是。对啊，现在就要晒了。好像棉花长在树上。哎、欸，他们也有这种三角形，看到这种。
比较大颗一点，就这么一颗，而且一副要倒过来的样子，不会害他下次就被砍掉了吧？他们不觉得孤单吗？他们就只有三四颗在这里。那怎样？他长脚起来，我说我要。不是啊，那就表示他当初落下来的时候就跟人家不一样啊。他们一家人喜欢住比较紧凑。你看这里就几颗而已，我忘记后山的树是不是也是这种树了？我们那时候拍了一些照片。凉，夹紧。但我觉得我手很酸，因为昨天撑自己撑太累、嗯。但是我今天脚完全没事，我脚 OK。我们的脚是有锻炼过的、啊。对啊，昨天的问题都是手爬不起，手真的爬不起。你看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他们就要被晒掉了。这个应该会从头到尾都安全，它是在阴影，所以没想到直接就看到八方哎。我刚看，我觉得我们面的那个面是沙卡，哦，所以我看不到广东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发现它是最右边的，然后沙卡好像也没人在滑，因为沙卡下面没雪。还有上次那个横松山的感觉，这树很近，然后，嗯，那里的树叶比较多，这里都没了。嗡嗡嗡嗡嗡嗡。我等着中午吃可颂，我刚有。哦，是可颂哈，我刚开始讲不出来，我就觉得这是酥皮酥皮的那种东西，不是酥皮浓汤。好，是可颂。对对对，说杯狗。不然我讲不出来，脑子不好使。往右一转就是同样地方了。等他们一下掉，它一直掉，一直掉。不会有人要走左边的，这个固定的，固定的，它是变速。这样也好走多啦，啊，这样也好走多啦。然后那个绿到不行的，是什么？啊 ？C 有 open 哦 ，C 是绿线啊。A B 就是我们那 A 就是那个滑行的。啊什么？就到站了，然后还晃大下。那个是变速轮啊。还好啦，还好。来了。再等一下，哎、欸，都到了吗？还没有吧？他说他们怎么说这边好站？哎呀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那也那是也是昨天的雪。昨天的雪，要是昨天没有那个雪，今天都惨不忍睹。秃的，就会是绿，就是草秃的，滑草。没有啦，没有到草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这次要记得走左边啊。你带路好不好？你就。是你没有听啊，我有听啊，但是我看到旁边现在都松了。等一下你仔细看，我觉得这 N 条嘛，反正四条对不对？这右边沙卡，哎、欸，那个雾雾的地方，那个雾雾的地方。我们看得到兔坪吗？哎、欸，看到了啦，我看到了，在阴影区那个像餐厅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在阴影区那个像餐厅的那一间，我有看到一个黑黑的，但那个是上面那个屋子还是下面那个？没有，我是说平行高度，跟我们眼睛一样高的地方。我们之前的餐厅跟广东话站在那、啊。是那个吗？阴影的地方，什么叫现在可以上去吗？哦、你说八方啊？八方，那是八方啊。哦，那是八方哦。对啊，我们的餐厅啊。那里还是雾一团雾啊？没有雾啊，雾是上面、下面这边，下面我们的练习波。没有雾、啊。好好好好。对啊，下面完全没有雾啊。哦哦
你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吃了好几顿的那地方，啊、不是下面就对了。餐厅啊，对啊。哦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餐厅。就是你们后来再上去的话，就是在雾里面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完全没有雾，对啊。右前方那个女生。好了。很远了。啊，都好了哈。好，拜拜。要用吗？怎样？他要拿那个音响。好，拿出来啊。对啊，把音响拿出来了，在这。谁要拿？对，要拿。谁要拿？我拿好了，你不要拿，我拿。我想说，小朋友拿，他们可以吗？不行。他们会左摇右晃的。不然叫舅舅拿，我要带路。很难拿哎。舅舅拿。我靠，没差啦，你录到其他人就好啦。你们滑雪板根本就拿了就歪一边啊。没关系，今天天气热，他应该会撑久一点啦、啊。来，中午再来冲啊！平常超没用的这台。前面在，你要告诉我。就靠左啊，那个缆车站看到没有？太长了。太长了。最长的 OK 啊，我们都拉最长哎、欸。对啊。两点开始录。按两下。你刚是拍照的声音吧？那个缆车站呢、啊？对啊，走喽！不要从下面，从到最后也录不到他们了、啊，你滑那么快，这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你滑慢一点，好吗？你滑慢一点好吗？要控速啊！然后一个镜头朝他们这样子，让他们去滑。你弯大一点啊，慢一点啊！他们还是跟不上吗？舅舅趁机练轨道滑行，轨道滑行。他们太远了。这里比较慢哦，前面会很慢哦。慢下来一点，慢下来一点，他们还在推嘞。贝尔在偷休息，走了走了。哦，没有，板板还在慢。大家都拍照啊！主要跟我跟
九九，你自己练习控速，控制速度。知道，我有看到。好、啊，走啦，走啦。我在想说你在什么顺序。走啦，走啦。到底是要我走哪里啊？警告什么？雪少而已吗？雪不多，所以雪不多是要走哪边？不知道。好，直走。那这边是走哪里啊？他们都要走路呢。等一下，下半部要直冲哦。要直，你刚刚讲要直。这边下去。跟那个红色最后一样要直冲。因为你滑雪板啊，没办法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黄色箭头或橘色箭头那里就要开始直冲了，不然前面你就要推死哦。好啦，你可以继续慢慢的滑，滑到那个柱子旁边，继续，那个速度留着，继续慢慢滑。好，换啾啾带路，只有一条路。九九停一下，什么？关起来吗？先关起来吧。所以我说雪板不好跟啊。没有很好跟。那是你可以啊，斑斑不行啊。我们在黄色才冲哎。哦，这一块很漂亮哎。等他们过来。先来这里拍照，你一个怎样？我在哪里？你站那里啊，他背后是这个啊。你要不要来？你转个方向吧。好。拍照时间，哈哈哈哈！不要拍哦，你要拍那个黄黄的，没差，挡住。我们根本没拍下面，好吧？来，哦，我要旁边一点吗？不要，你完全不要动。你要过来吗？快点！你不用动哦，我来动。对啊，他可以拍得到他吗？可以啊，刚刚好。看起来很危险。这样很刚好。再换人像。Baby 还不够近。
我要拍照。慢慢来拍，快点。慢慢过来这里。快点。他说我想过来，可是我过不来。没关系。可以。你用屁股爬上去啊。行。来，屁股往那边爬，往左边挪。来。屁股挪了，大概15下都到了，挪一挪。我先拍，嘿，好，可以。妈妈，我帮你，你要不要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，没关系啊。我爸爸来了，妈妈。哦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你怎么想起来这个方法了？对啊，这一招很方便吧？你站着比较帅，你过来我旁边一点。你要站到哥哥背后才行。再上去一点，再上一点，在舅舅旁边。好，预备，三，你先拍坐着的，来，三二一，预备，三二一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。我帮你拍啦，你跟舅舅。没差没差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滑过来再来拍。好，走吧走吧。好，我再拍。前面是左转哦，前面稍微抖一点点而已。我后面的山跟这个树我都拍到了。好，很美耶，这边真的，而且人好少，好赞哦。因为这里雪很少啊，大家都不来了。不会很少啊。其实很少，下半部很少，上半部是昨天补。不会很难，我要开始喽。好。哎，是右转，等一下是右转啊。这条路线跟我们之前滑的一模一样啊！对啊，我曾经冲到那里看地图，然后往右走，这样，对不对？前进，前进，这里有点慢哦，停下来的就倒霉了。好，走。就是那种叉叉的声音很多啊，继续走，这里就叉叉的声音很多啊。冲进来就好了，啊！要跟他们讲，他们会害怕。等一下，下半部这边看起来很害怕的地方，请往前直冲就好。最后你们会冲到我这里，就会完全慢下来，不用刹车，也不用转弯。
直走往右偏，看到我停下来就好了，直冲就可以咯。直冲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直冲，来我这里直冲，来我这边，完了，他挑男的 ，Barry 来我这边直冲，直直冲，不用刹车，直冲就好了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这边最安全，直直冲过来，打直板直冲就好了。这里有松雪，直直冲过来，直直冲过来，继续冲，继续冲。冲这边雪是松的，是不是慢下来了？要是跟大家一样，那边急转弯，你看那里刮掉多少土？对啊，就是不知道利用地形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慢的了。Angie 滑到这里，滑到这里以后再直直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那一段再回头看，不要被那边吓到了，稍尽量靠左边，直直冲冲冲，这里就缓冲区。到时候你们要自己下山的话，也是这个诀窍。嗯。要休息吗？你有安全帽，幸好有戴好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没有再更陡的了，最陡就这里了。好，你看土都被人家刮光了。啊，刷到的人就刷一下，赶快转弯，全部都刮那里。对啊。那这里就这样啦，很缓的。走吧。好哈，确定哦，我们。舅舅先走。我关掉了。对，关起来，不用录了。尽量靠右边一点点，走雪多一点的地方。这里声音听起来会有比较硬的声音，但是其实很缓，没什么。听到那个声音就让它滑远一点，它就只是声音很难听而已。但是还是停了下来。这样子看觉得很陡，可是其实刚下来没有。那是因为你照我教你的滑法滑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要是其他人的那个滑法，速度会很快，会吓死。冲的又对。对对对，会吓死。没有很陡啊。这个人慢吞吞。好了，他们都先走了，我去跟他们。不要动。下次想刹停的时候，你可以冲进去一点再坐下来，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休息等他们来。那个不是哦。如果你冲下去啊，觉得速度太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故意对着缆车站冲，因为缆车站是上坡嘛，所以你冲过去以后。它上坡，你速度就变慢，最后就停下来了。这也是一个方法，就不用转弯了。我要往哪里？我们等一下那里会右转。好了，好了。走这里有压过的地方会比较舒服。好，这里都是没声音的，走这里都是没声音的，
这里是舒服的，不要太里面就好了。好，继续。这里有草哎。好了，那走，我们走右边好了。好可怜哦，这里。都被人家刮光了，这里也是土啦。好可怜哦。哎，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。这是最下面坐上来的那个缆车啊，右边那个，这个啊，对啊对啊，我说这个也有开，就是这个，这里都硬硬的啊，下面都不舒服啊，很伤吧，我们之前滑也有滑过像这样的啊，冰冰的啊，冰块嘛，对啊，声音吓人而已啊。对啊，不然躲去阴影那边等啊。踏冰，好了，走。靠右边，靠右边。这里都是土哎。
休息。都是土哎、欸，讨厌。好惨哦。对啊，这就只滑这一趟而已。上午都会是这样的，下午更糟糕。好啦，都是土。是哦。有扣啊。有啊。因为它已经收到很紧了，不能再紧了。然后我里面又没有面帽子什么的。这里很好滑，你们就不会抖啊。这里很好滑，你们是租来的板子，不用怕啊。我的话是宝贝板子，所以用宝贝板子的滑法。哦，你们随便滑就好了。宝贝就是要冲力小一点啊。下得这么慢啊。湿湿黏黏的啊。还好啦。你们可以滑快一点，没有关系，这里很简单。这里很简单啊，你可以滑很快，很轻松嘛，滑快一点就是这个速度没有关系。就比较白，有喷过就是比较白，开个电风扇。太小，好了，下山滑这一次就可以了，下午就不大行了。是哦。下午的话，不知道雪还有没有那么多。哎，它一直融化，一直融化。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跟着我。啊？
那这次上去我们去逛后山，后山拍照。还有后山哦。后山啊。是哦。只是就要走点路，刚刚不大想走路。喷的地方就比较白一点，真不错。你带草莓加上去就是草莓冰了。我估计这个雪场今天应该不到100个人吧。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是吗？这样会不会做不下去啊？今年啊，今年应该大家都亏钱吧。也不能不开啊，不过应该没有到大家都，因为他们也做秋天登山啊什么那些的。好热哦，对吗？哎，有一点点晒到，一点点而已。哎、欸，我来拍个照，这里不错哎、欸啊，我要拍，我来拍。比较亮。对着太阳。我想要换个方向，刚刚那边换。白的了不起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刚还好哎、欸。我是说，我现在往下拍，地面是白色的，真是了不起。那我刚是刚给你擦的，那一张刚刚擦我的，这才算软。嗯，幸好天气是这种变化。昨天大雪。哎、欸，它这样喷好像真的有点差哎、欸。有差吧，不然你当然要做白工。不是，我是说它喷的地方，我现在看起来它有稍微隆起来。嗯。要去补一下。这里很好滑哎、欸，很好滑吗？所以可以咖啡。嗯。下面这一段，因为它有点融化，所以它的阻力跟坡度配合起来刚刚好。你想直冲就直冲，你想停就可以停。对于雪板来讲，还不错。我没有啊。你啊？对啊，臭臭的。什么信州寿吧 ？Oh damn， 什么东西3000块、啊？好贵哦。对啊，我在想。我就是要吃可颂的啦。我不知道可颂是餐还是饭后甜点。那有一下缆车啊，旁边有一个 menu 可以看。啊、我们要不要11点去吃啊？会不会人比较少？根本没有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去后山，然后逛逛一次那个。我就怎么怕没有？逛一次红线，逛一次绿线，拍拍照，然后就可以去吃饭了，也就两趟而已。好，这
面的山都绿的、欸。啊？你上午看是绿的吗？什么东西绿的？后面的山都是绿的。什么叫绿的、啊？绿，不是很白，对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在看后面，我在看下面。那些球现在还在吗？有啊，你看它的那个，好像梅花那种 size 是吧？很像棉花长在树上。我拍一拍。对啊，漂亮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啊。下午就都什么都没了。我刚胸口的没有拉很紧。那这样凉快啊？不是，我说胸口的口袋没有拉很紧。东西跑出来了。很怕。好了，拍到了。看，好漂亮。是。为什么那里刮的那么薄啊？昨天下的它都没有留住哎、欸，都没有 keep 住哎、欸。我们都已经算很，现在才几点？我们已经二十小段了。我们已经，而且这里人又不多。哎、欸，现在才九点四十，哎，现在才九点四十哎。哎，现在很早哎、欸。左边吗？是右边。哦，你的右边，我的左边，我觉得是吧？但是看不到到雪道。为什么会起雾？太热，整个身体在发热吧？你有起雾吗？你不是还有戴那个自己的眼镜吗？对啊，我刚怕自己的眼镜，不过太阳很大，有点大。不过等一下后山的话，比较不怕太阳，因为后山太阳还照不到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应该就不用推了，因为那都是冰块，应该会往前冲。全都白的，嗯，白的，就这里，说树突出，石头突出，这些小动物哎、欸，是吗？他说看到脚印啊。这边的人，他们好像还要走一段路，爬上坡才有这一条可以滑。对啊，然后我一看我就没有跟。对啊，我们刚没有这里啊。没有。但是你看哦，你看背我这一个面，他们只要千辛万苦走到这边来以后，他们就有松雪可以一路串下来了。要玩吗？松雪哦，这样。要走路很累，我这个要穿很久，你们手扣一下就好了。哇，有颜色，橘色的。那这什么券啊？预付卡。他餐厅还卖预付卡，说你一万，十万块可以买到十三万的东西。真好，等于二八七五折，七五折。是要怎样才可以吃那么多？往旁边山，你看旁边八方。是八方。你看，那是我们练习的雪道。跟你眼睛一样高的那里是餐厅，然后往我们这个方向下来。你确定它没有两排？有啊，有两排啊。
两个柱子啊。哎，到了，你拿手套哦。只要走这一段就好了。我们要去后山了。那个无聊的绿线应该不要滑了吧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滑那个无聊的绿线，我们直接逛后山。后山走那里啊？无聊绿线在哪？无聊绿线在那里啊。走这里也可以。不对嘛，安全上是什么？不对不对，走这里。走这里。哦，餐厅也到了。嗯，这是餐厅啊。这里是餐厅，后面那个后，我们要去后面那个餐厅吃。这个很大间哦，好嘞。那阴影休息一下，在阴影这边拍照好不好？后面都松雪，在这里就没那么热了。东西丢这里，可以在前面拍照。这里都是啊，也可以拍360。只是这里好像都废弃哦，是那一台的。这里当背景可以拍360。我说的后山就是这边。那里往下滑下去啊，背后也是。等一下是更简单的绿线跟红线。
都很简单，然后记得不要滑太慢，不然可能要推。反正你也应该不会滑太慢，你就直直的滑过去就对了，直直的滑。好的啦。来这边。这整个都是啊，全都是树啊。先拍你。你要拍我拍那个倒下去的。你要这样录哦，那找个洞。你等我。然后你要先预先开始，你说是这里先，不是半钟头先开始。我早就开始，开始喽。好了，开了。手没戴。随时啊。哎呦喂呀！怎样啊？有点硬吗？不是，还蛮后面的。嗯。我没戴手套。只剩一些机会了，你要等人家录啊，不然你就没有影片了。等我，帮忙等我。哎呦，要干嘛？扶我。起不来了嘞。我拉。你没力气。拉啾啾是想要给他再拉下去。要录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帮你。帮我拍头。哦，你的帽子都是呢。你等我一下。你往上看，等我，进帽子了，等我 OK了，好了吗？你们都好了吗？手挥一挥，手动一动。好，我停掉了。好了。好了，起来，还要吗？我也想要，我都没有拍过。那 Angie 走站到这里来，躺更上面。更松软。对啊，你站到这里来。我帮你啊，你手机。好，我拿着。我帮你拍。需要走多远啊？好了，都是下来了，都是好鱼，又不下来，这里滑不下来哦，不够陡。你不要踩到，不要走过去，这里我们要用。等一下，先拉好了。不用啊，你踩好就好了。你的头没有包起来，不然会。你后面的帽子先折一折，等一下要拍很久。戴在头上算了。啊，可以啊，这样很好，再走上去一格，踩稳哦，雪再踩好、哦，可以哦，好、哦，可以，站好、哦，不要正面朝下，好，可以了，等一下哦，好，一二三，你还屁股先下，作弊，我会怕的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啾啾有就可以了。你坐起来就好了，好，很好。会翻身，很慢，真的很慢。好啊，开始拍这个。我会怕。开始拍这个。我都上来水了，你把他们起来。下来了，要拍照了。拍照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卡住。来拍照了，我们要来拍照了。下来了，快点。这里滑不动啊，要跑得下来。用跑的，斜躺，横躺，滚下来。哇，都被你破坏完了。你要跑，也要跑原来的路啊。用滚的，这样子斜的。好了，下来了。斜的。用跑的。好，斜，对，这样可以。来，继续啊。整个陷阱。他是压雪机吗？压雪机。你是怎样游泳哦？气儿哦。游泳啊！来自由式，来蛙式，仰式，仰式手腕往后滑。你家里面都是雪，冲到底。
来游泳游泳，蛙式。喂、哦，游啊，手要滑，自由式，再滑，脚要踢水。滑呀滑。滑滑滑，快滑到了，快滑到了。好，抵达终点。到了没？我没戴手套啦，今天有戴手套吗？八拍，我没戴手套。好累好累，他全身都是。好了，我帮你拍。哦，晒得有点暖。好了。满脸都是。没关系，继续，我们这样拍照，我们赶快来站成半圆形。快点来。来交给你。不是要，背面。背面是这个啊，对啊，这个、对啊，是啊。来了，拍照了。直接拿掉了。哦，好，随便。来来来，后面都是树，呼呼，一整圈都是树啊！来喽来喽，不用拍啊，全身血拍进去啊！我看过之后平的就好了。没有平的不行。真的吗？平的绝对不行。不要大 U 啊，这样子。不要太 U 吧。不要太 U。是小孩子都跑掉啊。你们不要 U 可以啊。变换动作就一直跑，对行。好，不要你们那个自己要知道自己站的点，不要太前进，不要太后退。然后棒棒也不能左移右移，可以啊。没有啊，你是右手，这样刚好啊。然后退有这个动作。好了，有开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开。就在，因为太 U 了，我觉得他们变好大只哦。没有了，他们自己站太近。来喽，准备喽，一二三。三，没有动作了。好了，够吗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好早，我们大概十点半休息，然后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十点半休息还是吃饭？休息。吃饭啦。掉这里都可以了，都可以。我怕吃餐厅吃不到没位置。哦，我们那么早，这里人那么少。好，继续走路，走到后面。这后面漂亮吗？后面可以拿着路，后面很简单。什么？我那个同蝙蝠啊。哦，搞定了。对啊，而且人家八点半才开，八点三十就开好了。我是叫儿童餐的，我没关系。他说因为全部改冷餐，我没关系，每次都没关系。哦，就是不加热。对。要查啊，有点查要。查什么？你要查什么？要到前面才可以穿，这里还不行，我们是要用推的，你们没办法。你要走到那个四个棒棒都最后一根才可以穿。要到尾巴，这里你滑得动吗？你看我连雪板都滑不动了，我 ski 都滑不动了，你滑得动？你绝对前进不了。你看我这样站着，我都不会动。哦，穿一只，那你用走的就可以。你要一只脚推推你，你才动得了啊！
哎，你不就继续滑就好了吗？去那里。左边那边哦，不是右边这边哦。走错了，是我右边那个是人家特技的在滑的。等一下吧，右边是 Park 特技区，我们等一下先走 D 还是先走 C？ 这一段是绿还是红？绿色，都是绿的。我们之前用力的推，推到不行。红的，我跟你讲，这要冲啊，这要冲，能冲就冲哦。对，因为后面就是要冲，所以这里就一路冲。因为这里很平啊。后面啦，你跟他们讲什么都要冲啊？到处都要冲啊，这里就要开始冲了。真的，你冲我就跟着冲。好了，大家都要准备好哦。这里，等一下。不对啊，啊，还没好。有斑斑就没办法冲了，一个人留下来顾他了，好。这边就没死的绿色了，哎，绿色那个屋子、啊、哪里？中明的前面那边。看到嘞。哪里？绿色那下面啊，下面。坡啊。下面的那个。啊，那是没死。是啊，它、啊、那有一点红色，就是火星啊。对啊，那个红色屋顶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好清楚。慢慢可以吗？好的，还没还没穿好。他要等他穿好。不然他等下又急死。等下冲下去左转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。然后我说他寄给你，我没看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因为运霞帮我们改好之后，定位组还是会再发一个 mail 给我。就是、你是说要等那个 mail？ 改定位，然后舅他已经先收到了。哦。这种改好就不会被任何人改掉。不会。眼前哦。怎么好像在下一点？他还给我收球，我要跟他去球场嘞。嘿啊。带两个人啊。好了，走了。对啊，我还去跟他球场。走喽，冲冲冲哦！要开哦。冲哦，有开机吗？走喽。下来左转哦。这里下半步开始用冲的哦，下半步大概到剩下快要接近那个橘色条条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冲了。接近橘色条条就冲。对啊，那橘色条条很慢。今天应该安全吧，不用推，直直走就好了吧。耶、yeah! ！史丹，你冲很快哦。啊？你冲很快哦。谁？你啊！冲过来了。
你好了，最平的地方就这里了，你照你自己的滑板滑吧，前面要稍微弯一弯，刹一刹，前面开始啊，然后就到底了。好，就这样跟着拍。哟呼！好，慢下来。好，好啦，进去滚一滚啦，进去滚一滚啦。我们大概要休息好一阵，因为有两个在后面快不起来的，还是我们先滑到最下面，要就在这里休息，我要拖个板坐下来休息，这样休息休息。其实这边缓冲就好了，先下去，他们这里可能扛不住啊，给他们安心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师傅，你要走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那 NG 先下，这里留给他们，他们自由转弯。从右边拐，从右边拐，从右边下。好了，走吧。根本已经习惯了嘛，根本现在很快啦，很习惯了。好啦，等一下下半部也一样，大概到没有树的地方就可以直冲了。你先走前面就可以了，你现在赶快先出发，你先出发。慢慢的，慢慢，你等一下。没有，他现在他已经习惯滑这个了，所以他速度也变快了，所以你们他有可能比你快了现在。所以你要嘛，你就离远一点，先滑先滑，慢慢的，稳就好，好不好？这里比较陡，自己小心哦。哇哈！好，那我先上了。
对啊。哎，走路。接着现在是走 D， 刚走的是 C。这个 D 真的可以走？都可以走，我们只是上次推个半死而已。现在才10:06。在滴水。都是潮，都是潮。完全没开欸，好可怜啊。
可是刚没有注意到风景好不好看呢、欸？对啊，而且现在太阳都被遮起来了。现在换一条路线，现在再换另外一条路线，这次走直走。慢慢适应了、啊，他现在可以滑快了。好了。嗯，大家都一起等一下吧。老板嘞，老板嘞。真的啊。就在里面，哎、欸。他们在干嘛？我在放风筝玩。没电了吗？要把它收起来，你要拿。嗯。你再拨一拨，你的手套也会破掉、哦，因为那个都是冰块，蛮粗的。这里要冲吗？对，跟刚差不多，你可以不要冲太快就好，你照你习惯的速度跑就好了。这里太窄，很难 S。因为你们还要练习啊。练到厉害的时候，不管雪的状况是怎样，都有办法 S。那现在这里是雪的状况比较简单。在干嘛？放风吗？啊，これかも。烤一烤，又热了。还要等他们啊！哇，又怎么了？没。开始了，对了，好走喽。这次走右边哦。走右边。这次直走哦。随便滑、啊，随便滑。比较慢吧，我们还能滑就继续滑，不然我们就动不了了。他趁着可以动的时候赶快动。我好像记错了，这个才是要直冲的、啊，这个才是要一直直冲的线，这条更慢。
停下来等啊。那里有好多境界线。我现在才想起来。想起来什么？对啊。太累了。好像上一次就是这条才是最慢的。我也还会动啊，我不用推，但是很慢就是。要走了吗？还没有，你再等一下吧。我也有啊，我们还没有交啊。哦，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，飙车哦。坐着车。好啊。很奇怪哦，他这里标红线。下去吧。不知道啊，然后刚那个标绿线，我现在活到这里我就想起来，上次我们在这里推个半死。推死了，你刚才不冲。啊，我有冲啊。累死我了。我有冲啊，是你没冲完。我用手来抬。那也很好啊。屁股已经很酸了。所以刚好看到 email， 你说要选位的事情是不是？我看到那种定位记录是那种不是客服中心定的。不用选位了啦，你要躺下都可以，我看。屁啦。它上面有写机型吗？我是没注意看。管理行程。看得到了吗？APP 好像还是看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坐上去以后就去大餐厅休息，还是？我不要，我就要去吃饭那间了啊。哦，好啊，也可以啊，随便啊。我还想滑。那就继续滑。时间滑。怎么了？走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你真客气，我就说我最爱你了，他就说好好玩，刚好帮得上。好了、哦，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碾到我的手哎、欸！走了走了。一模一样的地方。这里风景好啊，这里确实比较陡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可是还蛮宽的、啊。好陡。还好啦，这里还蛮宽的啊。这是红线啊。对啊，这里是啊。你看这些人滑就好了，你看一下前面有多宽。还蛮宽的啊，这里风景好，可以在这里拍照。脱下来好了，这里拍照一定很漂亮。哇，有哦，就是还在录哎。我马上就来，你们先下去。来这里拍照，这里风景好。漂亮哎。这里风景好，站在这里往后拍，在这里可以下来。下来。要拿出来吗？好。我们先用相机拍，再用360拍。普通的这一份
这里了。会有这种迹象，就表示 edge 还不是压得很好。因为要拍照啊，你有办法过来吗？这样子站才方便，因为我们要背对着这样子拍，所以我们会拖。你们好像没办法，你们可能要跪着才有办法来这里。好啊，帮你跟小姐拍一张，你再过去。好，一二三 ，pose。没有 pose。二三，这个是那个大阪的。好，跪着过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要跪着了，背对的。跪着的时候，下面板卡住就可以固定了。对，这样子。好啊，史丹尼好了，来换板板来。那这用手机拍好了，因为我们只能一平面。你柱子怎么了？推得太猛。班班可以吗？过来。班班加油，来拍照，回去给同学看，快点。好了，来来来，你也去就定位。你去。轮流轮流。好，班班来喽。好，先帮你拍。我先帮你拍。我来。嗯，好了。摸勾一下，勾一下。勾什么勾？我的手有千斤重。那你嘞？别再跑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哦。然后再换很多。多么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？好，板板也来了，来，大家都来了，大家都来了。小巨人跑来。跟巨巨巨巨太阳，快点。你用手撑一下。板板。闹屁就会生气哦。你用手撑一下就可以搬过来了。就是手撑一下，然后。不要了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帮你扶。你站起来，你用板子站。不要闹脾气了，今天已经倒数第二天了，你快要回去了。用板子站，然后我帮你扶过来，来，来。好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好啦，跪着卡好，好啦，完成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慢慢。比手势吗？等一下，我换的。帅气，要帅气！你现在学板呢、欸，帅气，帅气！我们俩好，那等等，我们这样，周少宇你要另外一边，梦你要另外一边，干嘛、啊？左手短，右手长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的 pose， 超人的 pose， 这样，对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那你要抬起你的右脚，我要抬起左脚、啊。为什么很累？要拉高啊！我靠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换他们家，你们两个不要动。换手，我用我的，我用我的。揪也用揪的，嗯，都有。好来。我觉得我快要把我里面撞破哎、欸，我觉得有破哎、欸。这要放低一点啊，才有山呐、啊。真的吗？没关系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嘿！预备，三二一，嘿！好。三二一，嘿！换直的。换我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都没有变啊。其实你刚直拍就都有拍到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，好、啊，我拍很，我拍直的、欸，我直的横的我都拍了。预备，我这山比较多。对啊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。有个人，好，我来换我。白马 pose 在这里是白马，白马很大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好。啊、你们两个单数了。哎、欸，有嘴巴有破吗？有啊，破一个洞啊。真的假的？红红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真的肿起来哎。是啊。我看。好了，你就撞一个洞出来了嘛。我觉得今天肿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就撞一个洞嘛。棒子刀。我有口内炎的。自己用。你跟自己拿我。好，用你的。下一点你就。好破啊！不要吵架。多少？你不要靠近他好不好？你有用人像吗？没有，需要人像吗？先正常的，然后再人像，因为你再往下面一点点，他怕挡到你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不会有流血吧？你带有啊，就红红的一个洞嘛。一二三，都已经要回家了，然后还弄破一个洞。你这样会挡到山呢、欸。
会吗？都可以啦，都可以啦，上下都可以。三，然后换人像哦。好。哎，不是有一吗？有啊。三，不要太远了，拉太近。一，不要二层，一层。哦，好。对。哦、你说那个一层。对。一层旁边有什么人像的？有啦。有。都没有，因为他招不到人头。三。等一下要换纸的。一。我觉得昨天随便拍人像真的好看。一二三，有他抓得到脸的话。哎、啊欸，看一下我的热，崩溃了，有货吗？就红红的啊。我这里还肿起来哎、欸。对啊，是啊。送多大力啊？啊？我在搓，全自身的力量在搓自己的脸。你们不要动，我拍一个大的，然后。什么大的？背后这样子。来加一。他们躺着就可以了。有吗？搬自己的，搬自己的脚，我也是觉得他叫我搬自己的脚。Barry 要不要回来？拍到我吗？拍到啊！加油吗？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可以吗？好，再一次哦。哦，不行，这样跪膝盖很痛。现在发现膝盖很痛。这什么后面一堆人？我等他们下，他们要下去。背景啊！我不要那么多人，我只要我们家人就好。你们是我的背景啊，我不需要别人。他们要一个一个下是怎样？哦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有一个人来了。没关系。还要喷你血，智障，技术不到，以为喷得出来。好，来帮你出拍。好了。十八秒。后面的，侧身。好，对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就来啊。等下等那人走。好 ，OK 的。是，我也要。Barry 很会拍，我也要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天拍也不错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等一下有人。等一下，好。好 ，OK。我要，我要。我要转身。好，转身。那么你帮我拍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弄，就是背影的。然后我要那个谁，换镜子。等一下。我帮我拍。好。我不想客气吗？我真的不想客气吗？有什么？小小的在旁边就可以，要大只，小小的。哇，应该可以吧？你拍好了吗？我根本连相机都还没拿出来，怎么拍好了吗？那要用我的吗？拿出来了。三二一，好了。很像的，谢谢。对，它完整的哦，它人像。很完整啊，好了。我看看，能有在右下角吗？啊、还要右下角？我想要右下角呢。再来啊！我要右下角。好啊。人没那么小啊。好了。你要更小。好了，你看啊，是要多小？你不是我要右下角吗？右下角。好啊，你继续。我想要这样子，然后我在这里，这样子的框框 ，you know， 我在这里。好，继续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嗯。少爷，不要弄他。一二三，好了吗？还没。啊。他们很小，应该没差吧？没有啊，在这个罐就没有，起来一点。都很小，我说他们超微小。
好了。One piece 的 pose 吗？等一下，我再举手而已。对啊，就有没有恒大？我想要。好啊，再来啊，再来。很啰嗦。去啊，反正也是你走来走去，不是我。我要一张，然后人像哦。来。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嗯 ，OK， 你要不要？我不用。为什么？有。没什么、啊。为什么？没什么、啊。我是张宇追。啊，就这样啊。Lisa， 好热哦！够了没啊？好看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一辈子的回忆啊。下次再来就好了。想想你，搞不好你下次我不想再走这条路了。国中没有办法，我脚推得太累了。先不拍照，以后都没有。你想再走这条路吗？嗯。我觉得刚跟人滑也滑不到。一开始直冲就好了。直冲也冲不了多远。但是你的脚还是有那种减速因子。刹车。来吗？多少鱼？下来了，换一个人拿好了，不然每次我拿，你拿我怕拿不够稳，我拿哦，你拿我按，啊在哪里？在这边哦，在这边拿好，对啊，在这里，你们如果不要动就这样子吧。爸爸你要在哪里？我这里。你就一样集中在中间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大的四个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在旁边嘛、啊，对，就四个、啊、他们在中间，对，就在我们前面。不会挡到人家路吧？不会啊，路那么大。来，斑斑，我帮你。这样 Berry 太边边了，还是、啊、我们在小朋友膀子的后面不就好了？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在我们前面就好了。不用拖啊，不用一样不用一样柜子的，一样柜子的，一人一边。你要在哪一边？左边啊。好，那我拿。我拿是我拿内侧啊，揪最好的，揪的位置最刚好。你要这样，那他们两个这样子不会。等一下我们平移就好了。你说他们特变大了。来斑斑，他们本来就小了。你在哥哥旁边这里就好了。这里。在我跟弟弟前面。我们就翻过了。没有啊，你这样不是比较好走？好，还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再后退一点，斑斑。你后退一点，小心不要掉哥。面朝右边，好了，可以，刚好。很好。然后我按哦，你按得到吗？太远，你手往后缩，然后要拍再往前伸。好，拍机没啊？拍打。Hello。不用摆 pose， 就一直拍，拍个四五张就好了。我拍吗？我刚不小心关机。这样。好，讲清楚。好了。我来拿。我哪有问题啊？啊？我拿什么问题？好，等一下，每次要按你，按你就这样。伸出去。送的太慢了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收一收，准备。收工了，很臭。吃饭、哦，这么早吃饭、啊？你叫的，要先走路哎，为了吃饭要走。对啊，其实现在是休息比较好。离开，我们就先吃，然后下午再吃一顿。然后要吃两顿。为什么会没开？不是，我怕他位置被坐光，因为那个 view 很好，怕别人东西。还好了，还好，今天人那么少。我不管，我要去了，我先去了，你们再来。好，要走路，你先走。好啊。滑到底，坐缆车上去以后。哎、欸，他那到底要不要背着、啊？可以了，这样。不用背着吧？你放在外面不就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样子好，这样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先休息，我们还在穿板子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走了。滑到底，跟刚的缆车一模一样，坐上去。好，你要跟我走吗？你们两个。那我们就不等了。刚刚的缆车是那个第二次的小的缆车。就上一次坐的缆车。刚刚坐的那一个。是最近的。对啊，两人缆车。好了，哦，这里过溜过溜。自己的速度哦，我滑很快，你别忘了。先拉一下，
种拖慢的感觉，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我下面是结冰还是怎样？我觉得下面有点摩擦力。这里不错哦，再往前一点，这边白的山比较多，往右靠，往前靠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呼呼，这里。啊，你要挡住我，在我后面后面。我都要拖板休息。对啊，那为什么要翻滚一下呢？挡住我的，全部都是。我本来白白的，被他挡住了。对啊。休息啊。你说什么？好像是哎。算了，他们也小小的。对啊，很小啊。拍一张。刚好有拍到吧，就只有你在。再来一次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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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nny对啊，这后山就是看风景用的。我们上次来没有那么晴天，风景没那么厉害。
那就是那就是八方了吧？八方的最右边，沙卡。好啊。怎么后面还那么远？这边冰比较多，这一侧。这边冰比较多，你往右边靠一点会比较好。多颗粒啊，这里就没了。拿到了。哦，陷阱啊，差点中招。喷射而出哦。一边拖板一边射击，我有录到。哇！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来我这里，安全。斜斜滑过来就好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这里休息，再进来，再进来。越进来血越松。我刚刚应该要把它录起来，它整个板子飞出去了。拖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休息，来这里休息，慢下来，来这里休息。可以吗？休息一下，比较累而已。有一点点酸。对啊，来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那边直直冲过去就上缆车了。缆车是我刚刚开。同一个，同一个。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刚从那边滑过来的，就走过来的地方。对啊。好，那个，停太早，好恐怖哦！哪里恐怖？中间飞下去。刚刚那里直冲的话，就可以冲这么高了。没有直冲，只要爬一下。不要留下去！不要留下去！不要留下去！要直冲啊！
你看我都没有冲那么高，要冲高一点。上面有写几点啊？你看一下啊。10:50，那可以了，可以吃午饭。它有个灯会转一转啊。滴水，
向右转。等一下从餐厅那个下的路也可以滑回来，啊，但是现在这个往上坡你要走还是走滑行？你要放在这里，然后接着去滑那个也可以啊。我觉得那好像比较不累，要走的好。前面这个，那就放这里啊。可以啊，放这啊，哎，欸，好，哎，欸，要倒着放哦，倒着，好的，不要岔着啊，这里雪不深哦，深，很深啊，啊，丢在这。好，可以。哎，你刚刚雪会是上光黄雪还是 A 层？光黄。哦，好吧。我刚刚没到。我身上有雪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。好啦，慢慢走。嘿，有。那里会不会没有厕所啊？会吧。不知道啊。啊！这已经有人了。对啊，他们要吃午餐了吧？不快。等一下要向右转。
哎，对对对。好像是。对啊。坐外面，哎、欸，坐外面也很好啊。对啊，很漂亮。不，位置不重要。哎、欸，你关了、喔？你要？你要拍照？没有，我关了、啊。